社区的焦点。彰化市德中里甲福山里伫咧大稻排水边啊一个空地啊，较早是一位一个垃圾点。经过德中甲福山两个里的志工真努力改造以后，即马变作一个休闲的空间。最近过来举办种树仔活动，市公所嘛准备将青藏的树仔栽要送予里民，做伙为环境的美化加油。大人囡仔做伙种树仔，响应三月的植树月。彰化市公所特别举办植树活动，现场还阁准备一千丛桂花甲茶花，要送予民众，希望全民做花来绿美化环境。今年举办着这个植树节活动，咱特别选择伫咱这个大直排水的这个半山顶头吼，这较早一个脏乱点。那么目前呢，由咱的这个福山里、福山社区、德中里、德中社区，因同齐来领用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一只呢，特别种到这个二十丛的这个黄花风铃木啊，个以及呢，咱的这个桂花吼，啊个草花啊，总共呢，种到这个两千丛吼。啊，而且呢，咱总共要送到五千丛的这个桂花甲茶花。那么希望呢，今仔这植树活动，得呼吁咱所有这个市民呢，会当环保爱地球。会当绿化美化。卖看这个所在，即马遮尔清幽，原本遮会当讲是一个社区的垃圾点。伫德中甲福山两个里长的努力，真无简单，才让偏远所在变作休闲空间。最主要吼，较早这个所在啊吼，是三不管所在，刮芒草拢比人较悬，吼，爱经过吼，咱有呾彰化地检署申请咱劳动人的这个人手吼，爱呾整个把这个整体的规划吼，甲一个迄落种植，吼，即摆变成吼，佮包括咱有第四河川局的诶经费，呾这红花做开，所以即摆变成是里面一个休闲运动一个好所在。市长邱建虎表示，一个简单的种树仔动作，就会当予地球减少一份负担，互保护地球不再只是一个口号，而是咱日常生活内底一个好的习惯。大众新闻台记者彰化采访报道。